自带特效的说唱大嘴妹做客小杨哥直播间，直接整懵了兄弟俩。你以后跟你男朋友亲嘴，你男朋友嘴就掉你嘴里了。大嘴妹这次来到直播间也是精心准备了才艺，但是不多。我今天带了才艺，这首歌的名字叫把你含在我嘴里。我觉得你的嘴能含得下，把你们俩含在我嘴里。好，来过来冲一个啊，上台夜小杨真是冲不冲冲冲冲啊，大杨哥你冲不冲冲冲冲啊，来一个兄弟们，兄弟，你老婆都能叫他们老公，为什么我一上来叫他们兄弟？你也想叫他们老公啊？啊，好，可以了，叫也太好了。兄弟们，你们又有一个老婆了。兄弟们，我又给你们介绍个老婆，她想叫你们老公，不好意思啊。老公，你冲不冲？冲冲冲！哎，老公，你冲不冲？冲冲冲！老公，你冲不冲？冲冲冲！那兄弟在这儿，你老公在这儿，你看老公，你这样。哎，你得亲他们一口。老公。哎，兄弟们，我对你们多好，兄弟们，兄弟们还有谁能对你们那么好？我现在表达一下我兄弟们的感受啊，来。哎，老公，你冲不冲？推推推推推！我已经帮你们说完了。小杨哥带货自然糖醋盐霜，想在大杨哥面前秀恩爱，没想到最后发现小丑竟是自己。这一看就比我专业。哎呦嘿，哎呀真爽，哎舒服吧？爽死了，真卖了。还是让我们来看看大杨哥正常上脸的对比效果吧。他这一半没涂，这一半涂。我这是因为什么？因为小杨哥给我涂的啊，涂多了，涂多了。自然堂的焕颜心肌素颜霜50克啊，今天想哥两瓶99，上车。我媳妇喜欢李现，那喜欢的壁纸是吧？天天喊她老公，但我媳妇最近喜欢王鹤棣了，从这可以证明我媳妇花心。那哪个明星火她喜欢哪个？那我拼吧。不是，你看你像我这样，你看，凭什么我屏保是我媳妇？我媳妇屏保是王鹤棣啊，他只能说喜欢。凭什么我现在换了？换，找女的换，换，找女的换，换，还我想死，我怕了，换，你赶快换，必须换。谁不换谁狗啊？都换，谁不换谁狗？走，不是都亮给兄弟们看啊？谁？他们说我们不敢换，我给你看我敢不敢换啊？你，我是说了谁不换谁狗，我换了。咱们要不就把媳妇换了吧？开玩笑啊，媳妇。开个玩笑啊，不要生气。关屏，没事，这是模糊的，一开。换了啊。不敢换，来。给看第二看。哟，怎么还是啊？哎呀，不好意思。我跟大家讲一下啊，你要看我们直播肯定是10万加。你如果看一个我们在的直播，除了三只眼网络啊，他不是10万加，我跟你说铁定的录播。是吗？看到录播你就举报，反手一个举报，反手一个督促。我那些人有良心吗？你偷在哪？小杨哥在直播中提到被其他人用录播带货不良产品时，被气到头疼，明确告诉兄弟们碰到就举报。接下来也是给大家带来了正版喜之郎果冻礼盒啊，这保质期都是12个月，你放心吧啊。来，我们看里面有什么啊？看今天值不值这个价？可以送你家里面有小朋友的。哎，他会特别喜欢。大大，这也是7块的，大袋的酸果冻，啊，这个是几块，也是7块。来，这个两个袋装的，这个多少钱？20。好，6包，榨菜，啊，不是榨菜，6包海苔，这么多的加起来是不是75？抢个直播间礼盒装，哎，是个礼盒送人的啊，39.9，10000单，上车。小杨哥带货透明面膜时，贾乃亮降临直播间，瞬间兄弟俩沸腾了。贾乃亮为了展示自己的砍价能力，把最终的价格砍到自己都不敢相信。透明官方旗舰店发货，对啊，小杨哥的你看啊，啊，白送送两盒精华面膜一盒，几片的？两盒，也是5片的，保湿三大花的，啊，也是两盒，也是两盒，10片的几盒呢？三盒，四盒。随着小杨哥带货的节奏，整整10盒70片带给粉丝们，还能任选一盒试用，最终价格更是让网友直呼真相。一盒是吧？嗯，随机用一盒。用一盒，哦，这个也可以用啊，我建议你用这个，就贵一点。兄弟们啊，我的价格确实有点这个吓人啊，多少钱呢？我自己都不敢相信，我能砍到这个价格，99.9上车。牛掰！
发生了什么会让品牌方对自己下狠手？原来在一次小杨哥带货洁面时，品牌方为了给网友展示清洁效果，直接拿自己开刀洗面奶啊。嗯，比如说我现在化了一些淡妆，能不能洗掉？可以。别这样，别这样，这个太实在了，实在啊！但是这个人，别跟企业听一听。品牌方这大哥真帅哥，真实在了，太实在了。卡诗的山茶花氨基酸洗面奶，月销量多少？月销量非常非常高，169一支。杨哥今天79.9，视频刹车啊！视频。带孩子什么感觉？幸福的感觉，说实话挺好的感觉。那怎么个好？你说实话啊，刚开始是好奇，哎，这孩子真挺好玩，我孩子幸好还不闹。他有一次就是他不能像我们一样一天三顿，他一天不知道来多少顿。我以后在孩子面前啊，我一定不玩手机，不能让他玩电子产品，没事带他去钓钓鱼。你是我醉了，我知道吧？带来不要把你的爱好强加在人晒晒太阳，去看外面的环境，看一下大自然，去旅游，也去钓鱼，多好！几岁啊？能跑我带来钓鱼啊？搞一个儿童度假杆，以后我跟我媳妇我说老婆我要钓鱼，她肯定不给。我孩子说妈妈我要钓鱼，去吧，跟你爸一块去。哎，我不就可以钓鱼了吗？你看哪个小孩2-3岁，他妈妈不让他离河边远一点呀？带他出去玩，到这个地方了玩玩路亚，到那个地方玩玩路亚。哎，水里面有个翘嘴，哎，桂鱼，孩子要见识一下水中的一些小生物。水里面有什么生物？孩子，有鲈鱼、桂鱼、翘嘴，还有鲫鱼、鲤鱼。其他孩子知道吗？别人说，哎，这孩子真聪明。去菜市场了，妈妈，那是鲤鱼，那是鲫鱼，那是小白条，那是翘嘴，那是鲈鱼，那是桂鱼，那是黑鱼。原来菜市场大妈，哇，你家的孩子真聪明，孩子的救生衣我都买好了，那以后就成为女汉子了，穷养儿，富养女。我水弟能一个3000多，我给他买10个是30000块钱了。他喜欢吗？他喜欢钓鱼，你怎么知道他喜欢钓鱼呢？一定喜欢钓鱼。你的、啊、上次的手里，哎呀，我们玩路亚，你看这个手拿杆，这个手摇轮，对不对？你听我讲一遍啊！我孩子现在睡觉都这样睡了。哎，孩子，爱好是你发现出来的。哦，他如果喜欢钓鱼，你可以带他钓；他不喜欢的，你带他钓个屁啊！给他买点洋娃娃，想去过家家，买点小桌子炒菜菜。家家，你小时候喜欢玩的？小女孩还玩泥巴做个稀饭饭。他小时候把那个牛屎裹成圈晒干了当煤炭烧了，那叫聪明。嗯，对不对？哪像你啊，别人跟他说牛屎烧稀饭好吃，我说是拿牛屎去当柴火烧，我弟嘛娃娃牛屎就往稀饭里面放啊，稀饭都快烧绿了。哎，那你不还吃了吗？那我怎么知道你放的？对不对？那你不还吃了吗？小飞棍来了，别说了啊，那有的人怎么这样呢？去小黑棍，不要这样说，你这样说伤他的自尊。别应该说别大。我会旋转。我说你真的